不行，不行，我们合作这么久了，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我？不行，外面传说你的财务出了问题，就跟香港一样，很快就垮了。可是一个月以后，美国冠军巨人队要来香港比赛，我已经答应跟他们打了。没钱，没得谈。好，过几天我先发你们一月薪水。不行，见不到钱，三天之后我们就走人。可是这场球赛是代表香港队跟美国冠军打，哎。什么香港队啊，这么小的地方哪有篮球人才啊，要不是我们美国人帮你们打，你们怎么会赢啊？你们是靠我们赢的。跟美国人打我好辛苦的。是啊，我不打。除非啊，你加50,000块钱美金给我们。哎，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你也应该对我好一点呢。好，我不需要靠你们打。你们到哪去找比我们好的球队啊？你们这些香港烂球队全都输给我们，找他们打，笑死人了。哼，我宁可找一批新人来打。香港人又矮又懒惰的，你以为你还有李小龙是不是？走了走了。你们不要太臭屁，我相信香港人一定会打赢的。我要的是一个人，不是一头牛。你说什么？我听不到。我走了。哎，喂，季雨，季雨，为什么？我要失恋，你那球还要失恋？为什么要失恋？为什么？你就是吴冠南。
哎，是啊是啊。我就是田启奇。哦，名字蛮好听的。我想约你明天晚上12点在上水天桥那个球场见面。是谈判还是谈心？你倒是蛮有自信的嘛。哎呀，球技好当然有啊。有自信的人都是这样见人的吗？好像是你自己要进来的。哎，刚刚每次出现都这么突然啊！一个人打球当然容易了，那就请多多指教喽。同时投进两球，我就要你。OK， 没问题。接住。你没事吧？我决定要你，欢迎你加入华盛篮球队。我看我们先把架子弄上去。好。打球就打球，吵什么吵？你是高秋？原来你就是篮球界盛传的球神高秋。什么篮球界啊，我听都没听过，快点过来帮忙吧。你不知道吗？他就是漫画中的英雄人物。我也喜欢看漫画。你们两个不要再哈拉了，快点过来帮忙。高秋，我想找你帮忙。让你们给吵死了，我要走了。哎，高秋。哦，你不要吵了。哇，华盛顿就在这里训练的。嗯。哎，怎么没看到巴比金斯呢？等一下，是不是跟超人一起照相啊？哎哎哎，是芭比啊！ Hello， 芭比！哎，你好，哎，你好，哦，芭比，嗨，你就是田园教练找来接替我们的那些小鬼啊，是吧？哎，对对对，是啊，是啊，是啊，好好笑，慢慢打吧，穷鬼球队，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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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们怎么走了？其实杰克森他们要走是因为不要怕。你们放心啦，只要你们加入了华盛队啊，我一定会把你们捧的比杰克森他们都还要红。比他们还红？连他们都走了怎么打啊？对啊，什么意思啊？穷鬼球队，替死鬼。哎，我们走了，走走。哎，等一下等一下，既然你们都来了，那就先吃了饭再走吧。啊，表妹啊，很快就可以吃饭了。哇，煮了这么久才这几个菜啊？啊，不会很久啊，才一个多钟头嘛。哦，你很了不起嘛，还学人家顶嘴。乱辈分你确实比我大，不过你不要忘记啊，你这种材料还有人请你，全靠你这个表妹我。我知道，所以我很卖力啊。还有啊，那票打篮球的肯进来这里集训，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这些姐妹的魅力。表妹不要出卖色相嘛。哼，像你这副德行啊，千万不要跑出去吓走那些客人，连一毛钱都赚不到，我就当你算账啊。你呢就留在厨房煮饭洗碗。嗯，我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不准出去啊。不准勾引男人。哦，
哇！很多连饭店会为你们安排一天三餐丰富的食物，营养高，味道好，价钱便宜，没话说。无论中西餐点、山珍海味，只要锦旗姐姐给钱，我们都可以做到，保证你们满意。现在让我介绍三位新同事给你们认识。我是阿紫，我是阿罗，我是阿莲。吃完饭之后，你们需不需要我帮你们安排车子把你们送回去啊？不用了，这里挺好玩的，还有东西吃。你看这么多美女啊，还有啊，都有了，还有你们这班的服务。哎，是谁呀、啊？求你们给我个机会参加训练营好不好？哎，你不要这样子，对吗？站起来再说嘛。你不答应我就不要去了。站起来。哎呀，我看你跪着跟站着没什么两样哎，怎么打球啊？哎，我看你的个子是稍微矮了点，这样子又长那么矬。还有啊，你自己想，我懒得说了。你不要这样子，先吃完饭再说嘛。哎，好了好了，华盛队啊又多了一个胜利军啦，我保证我将来一定会努力练习。哎。哎吓死我了。哎，你不用怕嘛，我是篮球队队员啊。就是这样子我才害怕的。怕什么嘞？男女相交当然贵乎于真诚理性爱。你不明白的，如果我表妹知道我跟你交往，她就会把我开除的。你还是快点走吧。啊，你可以放120个心、嗯、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嗯，其实我是个同性恋。同性恋？嗯哼，看你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同性恋嘛。是啦，我是同性恋。那我们是姐妹，你可以放心咯。姐妹？嗯啊，我比你大，我是姐姐。过两天呢，我买好电影票请你看电影。就算是我们两个见面礼好不好？不行不行，你根本就是个男人、不行的。对，我是男儿身，可是我的心却是女儿心呢。记住哦，我一定要你跟我去看电影，拜拜拜拜。啊，表妹，你进来干什么？你真行啊，眨眨眼就学人家钓男人。啊，他根本不是个男的嘛。你当我是瞎子？他不是男的。不是啊。你只会做饭，不会做变性手术，你知不知道啊？哦，他都不是。不是就好了，就算你肯认错也没有用。从今天起，啊不。从我说的这一刻开始，以后除了煮饭、洗衣服、扫地以外，不准进厨房，不准到篮球场，不准跟那些篮球员说话。我没有。哎，不要怪我这个表妹不讲人情哦，要不然的话，麻烦你卷铺盖走路。爸。嗯，怎么样？都安排好了？爸，你放心啦，有我安排啊，他们都愿意留下来。不过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自己不训练他们？我不自己训练他们，那是因为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比赛，不可能从技术上面去训练。作为一个球员，最重要的是要有运动精神，所以我要让他们自己去体会。这是我最后一笔钱，你要去好好运用，收起来吧。我先来。该你了。那你呢？这种路边球技根本不值得我露一手。有姿势不实际。哈，那你射一球给我看啊。我为什么要射给你看？你不射我就 K 你。我是斯文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打球多的是时间嘛，你们那么累了，先去宿舍休息好了。是啊是啊是啊，不如到宿舍玩一玩，好不好啊？来啊来啊来，也一起去宿舍休息。好。姐姐，我可不去宿舍。你很烦哎，去啦。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我发誓。好啦，耶。你知道的啊，就是这些男人要麻烦你们那些姐妹，不过你能不能说少一点啊？没问题，顾客至上。不过这样啊，朋友归朋友，讨生活困难嘛，
一分钱一分货。哎，他们这么松散，赢不了乒乓队的了。不过这么点钱，不行呀。哎，拉我一下，拉我一下。喏，就剩这么多了。OK。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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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秋，谁呀？乔生高秋。哇，好嚣张啊！哎，怎么你也来集训啊？像你们这样也算集训呢、啊？我还以为是运动部测试呢。喂，干什么事啊？在这里又蹲又跳的，运动部早晚会跳破。那下一次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要像鸭子跳才能打赢球呢？呵呵，多用点心。光赢球没意思啊！好，我们练来分队吧。两队，好，来来，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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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传快传快传快！这里，这里，太近了！传快传快！挡住挡住啊！挡住他！挡一个，快快！哎，跑跑了，快笑笑笑！小鬼，干嘛在我们球场玩啊？怎样？你不要走，等我下来。哇，好了不起啊！凶啊！谁跟你们这些乐子在这玩的？不行啊，这又没写你的名字。又不是你们家的神经病啊！把球还给我。还给你啊？好啊，给你，扔掉还给你啊。我要跟你单挑，因为你侮辱篮球。好啊，什么时候啊？一个小时以后，体育馆见。好，不见不散。走。怎样，支不支持我？当然支持，精神的。哎，我们是来练球，不是来打架的。你自己慢慢打吧。爸。大哥从日本赶回来，他是想帮你忙，你不要生他气嘛。他根本就不是真心想要帮我，如果他要帮我，就不应该用他的队名。这个人贪财，他是唯利是图。可是他再怎么说也是职业球员啊，就算灌篮再怎么练习，也不一定能够帮你忙。谁说的？跟我们队长打，你输定了。每一个站在球场的球员都不应该低估自己的实力，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从来就没有低估过你们，不过我是不会高估你们。不要自私歪歪的，你想怎么出马长毛怪？我先给你半个小时，如果谁先进十球的话，谁就赢。十球？你不要以为你块头大，可能中块不中用啊。十比零的分数足够我笑得睡不着觉了。哦，那20-0不笑死了？好，就当我输20球给你，看你怎么死。如果我在半个小时之内进不了10球的话，就算我输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能投进1球，就算你赢了。开球！哇！你叫什么名字？你不会打球。来呀，买好离手就要开了，这个1赔1，这个1赔50。
重买两块钱怪难，解释的还买，大家朋友一场，就当我精神上激起他，稳输就好。你应该朝那边才对。嗯，谢谢你帮我投了一球啊 ，Good boy。我买一千万金钩，戴大爷收。虽然暂时我救不到你，但是你不必以兄妹相称断我的路啊，哥哥。哥哥，哎呀，哥哥当然神气了，哥打脸，他裤子都掉了，你看见没？哥哥，哥。哇！他是谁啊？哥哥。哥哥。哎，哥哥，哎，哥哥呀，哥哥呀，哥哥呀，你好，你好，刚刚太失礼，我太失礼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碰我妹妹了，你再碰我妹妹的话，我就打断你的腿。你们那些什么路边球、垃圾球，没有资格进篮球队，没有资格跟美国巨人队打，马上滚！你说什么？你打得好，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你打的是路边球、垃圾球，你根本就不认识篮球。你没有资格打篮球，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有偏见。你找这种路边球跟美国队打，一定输的嘛，砸自己招牌啊！我不想再听了，我告诉你，篮球是用来灌篮，不是用来砸人的。如果你再侮辱篮球，我就对你不客气。你路边球，啊，嗯，铁血队长，你一定会后悔，啊。新练球，行。铁血队长，他们根本不是正规的球队，怎么可以跟美国队去打？让我们打吧。不行。哥，他们每个人身手都不错哎。琪琪，你太天真了。他们跟校队打还可以，根本就没有资格打什么正式比赛吧。可是他们还有时间练呢。好啊，就让他们先跟我们打一场。如果他们输的话，就让我们代表香港队跟美国队去打，怎么样？哥。再说吧。我会让他们一球都进不了。看你还用不用他们？嗯，爸，你真的要让他们打？当赛前练习了。高秋，钱拿来了没有？你可不可以稍便宜点？对不起，不可以。这里是三万，不过你可不可以入营跟他们一起受训？怎么就有三万？算了，我入营，不过我一定不跟那些人集训。那是不是一定会赢啊？你给多少钱，我尽多少力。剩下的那三万，我会再跟你追的。高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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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爷。自从认识你之后，哎，自从认识你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什么叫做爱。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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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要不要保护？不用了，哥哥，你人真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先不要说，让我试一下新科技啊。这什么东西啊？你打给我嘛，来。咦？你叫阿德吧？哎，很有意思啊，放的、哦。哎，新的电话、啊，来来来，来试一下这个新科技，啊、试一下。是收到没有？14号，十四号，让我来问我叫什么名字啊？问我啊？拿来了，耳朵、啊。我叫什么？什么屁事啊？你是小矮鬼，欠揍你！看你矮子矮一肚子管，你要不要人保护啊？我不要，你真的不要吗？啊？你找到没有？我跟你讲。嗯，怎么啦？干嘛不睡篮球架？很无聊啊？啊哈！呜呜呜呜呜！谢过。要不要你摸摸他点？睡觉。现在不流行这玩意儿。怎么是你？是啊。不好意思，忘拿回我的球。那这么晚你还练球啊？那你呢？这么晚了还工作？你还真卖力啊！白天要打扫环境，晚上要洗碗，你不怕累？那你还不是一样，白天看人家练习，晚上要练球。你看见了？我进进出出常常看见。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你不要那么多，告诉我你叫阿信。其实叫阿信没那么老土嘛。你真的那么土，就叫阿信吧。阿信。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高秋。高秋？哎，你这人怎么那么酷啊？说走就走。为什么这么多人就这样说我？其实我只是普通人，我跟大家一样，肚子饿了也要吃东西。哎，嗨，你怎么在这儿？我没有很多的时间，随便弄点东西给你吃。啊，有的吃就不错了。为什么平常你都不跟他们一起吃饭？是不是不喜欢吃我做的菜呀？不是。这样子好了，以后我中午另外帮你准备一份午餐。不方便，让别人看了不好。这样吧，如果以后你看到一个穿唐装的女人从你面前经过的话，那便当就会在附近，你去一找就行了。这样不是太麻烦你了吗？你只要帮我吃完就不麻烦了。我可以吃了吗？好不好吃啊？好吃。那你慢慢吃啊，吃完了帮我拿到厨房去。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没有女孩对我这么好过啊，这叫初恋。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这里吃早点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5点到5点半，过了5点半就什么都没得吃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这些美女们陪你们，姐妹们。是。哎呀，你怎么那么爱睡呀？我头晕。不会吧，我都还没放电呢。恶心啊。起来啦。哎，表妹，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搬到哪了？表哥，我表哥死很久了耶。啊？哎，那没关系啊，你电话几号啊？我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都有空。哎，起床了，起床了啦，大家都已经起来了，快点起来啊。我的电话号码这个。哎，快说快说，我准备记了。电话号码拿。哎，这张我们的名片，电话号码173173173，我们就是寂寞的星俱乐部的主持人叶子妹，随时都可以找我。
集训开始啦！各位起床喽，起床喽，起床喽！算了啦，帮帮忙嘛。帅是蛮帅的啦，我们是好姐妹呢。不过潮归潮，路归路啊，这个呢还是要另算，这个就不用你管了啦。再不想送人了。起床了，起床了。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好了好了，哎呦！现在开始练习。哎，你收了钱为什么不练球啊？你有没有见过一场篮球比赛里面有两个球？如果我控制了一个球，我就能够控制整个比赛。哎，不会吧？你这样子练球，难道你比赛的时候也是跪着比赛？这些是篮球基本功，如果连这些基本功都练不好，你怎么参加比赛？哇，今天菜好棒啊！你找我做什么？也没有了，我刚好有两张票，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一块看电影。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你还只顾着玩，他每个人都在集训呢，你不要整天只顾着玩好不好？你不是说过不会输给我哥哥的吗？我是不是？我知道，不过就这样了。你好好的反省一下，看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我记得帮我关火。你怎么会有东西吃？你也吃一点。不吃。练球了，不要只顾着吃饭，听到没？哎，喂，明天帮帮忙到隔壁餐厅来吃饭嘛，因为我们姐妹们要放假啊。哎，这样好了，那我明天帮你买磁片好不好啊？关你什么事啊？这么快就要走？这整件事情都是个骗局，那个叫琪琪的欺骗我们，到时候我们都会变成木偶跟小丑，你呀，你也不例外。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有决心。那又怎么样？关我什么事啊？那你入营为了什么？为了泡妞？哼，你以为你自己很清高啊？你还不是为了钱打球？可是起码我们比你好，因为我没有在练球，而你没有。我来是帮他们赢球，我只是履行承诺，我不需要跟他们练球。而你不一样，你进来是为了篮球，你一定要打。我一离开这里就什么都会忘了？你现在还留在这里，就证明你不能忘记。站住！你如果要走，先答应我。好啊，我很早就想 K 你，你真的以为你是球神高秋啊？
什么用？你叫球神，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你练球。有本事你抢我的球！你走不走？你自己决定。哎呀，大清早又在练球，吴冠南，你不要让我看到你，让我看到你死得难看。什么？谁说我坏话啊？恭喜恭喜，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什么话？什么话？大事不妙了！这下完了，他们都已经练了三个多小时了耶。哇，他们练得好认真啊！厉害，怎么办、啊？先睡再说了。什么？知道。还睡啊？警告。嗨，又是你、啊。哎，等一等，你喜不喜欢？我的未来不是。好不好听啊？嗯，翻版带。嗯，这不是翻版的，是我唱的。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你呢，就是我的梦想。表妹啊，他只是对啦，这么巧让我碰到一个不守妇道、工作偷懒的表妹啊，你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坏嘛，你没有那么不像话呀。我是在说你啊，小淫妇啊。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他跟人家说话关你屁事啊？如果你觉得他跟人家说话是不对的，那你就错了。他跟我说话是我逼他的。表妹，你听见了？哎，阿信，为了你的将来还有你的幸福，我决定离开这里。哎，走快一点啦，吃完要练球了啦，快点啦。你又怎么啦？我的手怎么啦？你手抽筋啊？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手，我一定要打一下电动。怎么了？神经啊，你搞什么？很快就会满分的，整天只顾着打电动。现在大敌当前，你们下点苦心行不行啊？大敌当前，我们又拼不过他们，练什么练啊？干脆吃东西算了。喂，秦正呢？有把力死了。霍金，各位，真是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为了爱情，我埋没了自尊，我只有忍着眼泪 say goodbye。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哎，你们不要留我。哎，尤其是你，你留得住我的人，却留不住我的心。珍重。又少了一个。喂，过来过来，要不我找几个人把大嘴巴块大家分了。是。哦，蒋思文，蒋思文。哎，快吃快吃，吃完了饭好练球。小姐，谢谢，可以上菜了。来。喂喂喂，你们评评理啊！他们可以去那么高级的地方，我们却不行，对啊，行不道理啊！干嘛要分等级呢？是啊，到底为什么？评评理啊！你们不要误会啊，其实餐厅只是虚有其表，东西啊，并不见得好吃。哎，是啊是啊，那我就把东西打进去吃行不行？哎，不准走不准走啊，你们不是说要进来吃的吗？怎么又走了呢？快过去坐，快去坐，去坐下。
有没有搞错？他们吃的都比我好，你看看。就是嘛。你们慢慢吃啊、哦，我先出去。哎，那没面子，还没打就已经输了一半。喂，来来来，老总，这一套舞会我在牢里啊经常搞了，真的，绝食抗议，绝食抗议，对。哎，怎么样？好，来来。你们不要这样子嘛，大不了我夹菜就是了。高琼，你又想怎么样了？其实干嘛这么烦，用你大哥那队不就行了？可是钱你已经收了。没错，钱我是收了，我一定会跟巨人队打。不过我早就知道出赛的是 King Kong 队，不是我们。那什么意思？老实说，我看过 King Kong 队集训，我们那队是根本打不过人家，我不会出赛，免得浪费我的时间。你是球神，你不出赛我们哪有机会赢啊。你放心，我收你的钱就一定会帮你，你把我调到你大哥那一队，到时候我一样可以跟巨人队打。爸，他们说要加菜，你怎么躲起来吃稀饭呢？哦，我最近肠胃不太好，喝点稀饭清清肠胃。爸，过几天大哥就要跟他们比赛，可是高秋说他要退出。你怎么知道？既然是球神，怎么会打没有把握的仗呢？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过几天的比赛我很有信心。可是他们说……不要再说了，到厨房看看有没有便宜的菜，给他们加点菜。快去啊！哦，各位，我们加了菜啦！啊，加菜，加菜！我带了这个，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上天下海，东南西北无所不能的菜谱花生。哎呀！喂喂，要不我找几个小弟来？是。又错了。啊，这样子好了，最多我脱离黑社会，不过最要紧一定要让我参加啊。行呢，我左算右算了，我们这一次都是九死一生。我早就知道了，一开始我就知道不行的了。喂，他说的对呀。喂，如果高秋也走了，我们根本凑不足人数出场比赛。有他就能够去比赛了吗？我看干脆开会决定好了。开什么会呀，不如我们也走吧。不过我真的很想跟他们打。哎，笨蛋，明知道输还打，省省力气看世界杯足球赛好了。走啊走啊走啊，
光只会怨天尤人，看扁自己。一开始我爸爸找你们回来并不是因为你们便宜，而是欣赏你们呢。他希望组成一支全部都是华人的球队，不用依靠外援。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算了，这样子你们走吧。我靠，说完没有啊？我们是很讲义气的人，怎么会先落跑呢？对不对？可是真的没有人打啊。哎，对，谁说没人打？谁要先走我就先打谁。你在干嘛？练球。练球？我知道我爸爸他有个练球的好方法，你要不要试一试啊？你躲开我的球投篮 ，OK？ 要是吴冠能那队投进的话，你们要怎么做啊？耶！哎呀，不是这样，是耶，知不知道啊？啊？哎，那天空队呢？耶！哎呀，不是这样，是耶。嗯？哎，你不需要这么现实吧？哎呀，姐妹呀，我做人是很公道的，500跟50呢，就是有这样的差别，你占便宜的啦。全港联赛你们都打赢了，干嘛还要打呀？我那些老外啊都走光了，要不要另外请一批呢？是不是钱的问题啊？哎呀，不要谈这个了，我请二位来呢是帮我挑挑看哪一队比较好。哎呦，你们不要叫我出去了，我不行了。波蒂啊，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当然不行了，我全身都在痛啊。真的点吗？好痛啊。有人就不够了。哎，你到底打不打？你看Forty上任这个样子，你再不打人就不够了。凑不住人打还是没种。罗秋，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啊，我们大家不都是为了今天吗？对啊。是啊。对不起，你们才是为了今天，我不是。我来是为了打巨人队。那你就是看不起我们了。小孩子不要乱说话。不要说话。罗秋。完了。不要怕，我来上。啊。你也不看看你前面的两坨，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女的。不行啊，女孩子不可以下场打球。就是啊。怕什么啊？这场只是非正式的比赛，而且只打上半场啊，我一定挺得住的。那高秋呢？他是打巨人队啊。他未免太大牌了吧？就是啊。哎呀，不要再说了，天空队来了。你看看人家块头那么大，我又受伤了，怎么打了？哎，这队看起来英明神勇啊。田兄啊，这队好像很能打呀。嗯。我怕他们是骄兵必败，输定了。你要是不打，只有我们四个人上场，稳输的。我真的不行了，好吗？不行了。让我来。Bertin 啊，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啊？嗯。我全身都不舒服啊。闻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哎，随便啦，免得你发花痴。你呀、啊，一看到女人精神就来了，最差劲。有500。上，长快，长快，这边这边，到这了，进，到来，走路，耶！进，快点，快点呢，进，快点。快呀！快！快呀！快！快！快！别守住他！快点！
起来，胖子！朋友，快点吧，回来！哪位？哎呦，哎呦！干嘛？打酒！千万别让他进去。我就说过这位能打。哎，你们快点！
你说过骄兵必胜的嘛，这一次我眼光不错吧？那我吃屎了。不要紧啊，林队长，你还要不要挑他们？你现在想一想，你有没有资格代表香港队去跟美国队打？你看看你那衰样，见过没有？啊，摸过没有？我知道你这辈子没机会拿这个奖杯了，不过我可以给你摸一下。你现在要不摸，以后就没有机会摸了。我早就告诉你，你那个什么路边球、垃圾球，哪有资格跟美国队去打？如果你要聪明的话，早就不该打这场比赛的。这样也用不着在这丢人现眼了。要打也是我出去打，你哪有资格打？没有资格打的是你，就算你手上拿着奖杯，也不配代表香港。哎，算了算了，哎呀，负责任少说一句吧。不管我打得怎么样，你都说我太烂，你有没有给过我机会？我想打，你不给我打，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找那些垃圾打，就是因为你对我有偏见，就是因为你固执，老妈也是因为这样被你累死的。我们今天谈的是打球的事情，不是谈你老妈的事情。打球，我就跟你讲打球，球拿过来。如果你能过得了我，拿到一分的话，那我就输得心服口服。爸爸爸爸，怎么样？没事没事，用不着那么紧张。要灌篮一点都不困难，不过灌篮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也是没有用的。他们虽然灌篮不行，但是他们跌倒了可以马上爬起来，永不言败，这种精神才是运动精神，所以他们才是赢家。这个东西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只不过是虚荣而已。你喜欢啊，拿了以后马上滚，我不需要你这种垃圾球员。队长，我真的好想打这场球。求您让我出赛，队长。明晚八点，东方饭店记者会。哎，你们在小红球是不是想试下先缠脚啊？哎，想起来啊，都让人笑破嘴呢，真是。就是啊，本来输球变赢球，真是奇迹。哎，你要赶快把脚伤养好，要不然到时候怎么跟巨人队打？是啊，跟金刚队打输掉我一条腿，跟巨人队打，不知道还要输掉什么呢？
算了，大家尽力而为吧。哎，对，说起来啊，真让人开心啊！到时候打篮球的时候，我们给他来个飞镖分吧，让他们从500也输到零。到时候1997啊，高干来开会的时候也有话题啊，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有些时候我们还有斗智手，赶快练球吧。好啊，喂喂喂，到时候有没有斗智啊，还很难讲呢。嗯，哎，唉声叹气没有用，就算有斗志都变得没斗志了。目前要做的就是练好我们的球，无关难。好，练球，哎，好好好，来，哎哎哎，欢迎各位出席香港篮球超霸杯锦标赛记者招待会。这一次能够邀请到全美冠军巨人队比赛，是我们的荣幸，更是华盛队领队田远先生毕生的梦想。巨人队是美国连赢5全国冠军，最近全球巡回比赛都是以悬殊的比数连赢各国球队。另一方面，华盛队也是本届香港联赛冠军，队员有 Bobby Jackson 跟 John Wind。 最近更邀请到日本冠军队主将 King Kong 加盟，现在就请华盛队领队田远先生亲自介绍。没错，我们的球队呢，在上一次比赛之后，在阵容上有点变动，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变动呢，我保证我的球队会更有实力跟活力。我看了，让我先介绍我们的新组合。我们的新组合呢，搭配非常的完美。谢谢，谢谢。不讲了。首先，第一位绰号"红魔鬼"的吴冠南，他的绝招呢是"霹雳雷电斩"。第二位是飘忽不定手的高秋，他的绝招是"轰天雷独龙冠"。第三位是绰号"烧坏脑袋"的张洪德，他的绝招是"无敌风火轮"。第四位呢是无人能敌的后卫，绰号"分雷手"的关勇，还有潇洒武王张龙七。拿手绝活呢是鬼影秘宗。最后一位呢，我要郑重的介绍，他的身高只有1.45米，个子小小的。绰号小魔怪的韩明，他的巨杀成塔绝招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以上六位再加上King Kong，我相信华盛队可以再创另一个高峰。对不起，我有个问题。我们除了知道 King Kong 是日本联赛冠军队主将之外，另外那些所谓的什么小魔怪啊、奔雷手啊，还有烧坏脑袋，到底是什么人？其实 What is this press conference all about? Their team is not the original team. Aren't they professional? Oh, come on, who do they think they are? We're the best, we're the top. That's right. And we won't participate in this merry-go-round 1 minute longer. 哎，主席啊，他们说什么？他们是不是不打了？屁事，江胜说，你的球队没有资格跟他们打，所以一定要取消这场比赛。Let's go. Yeah. 哎，名字江胜，名字江胜，我哎，琪琪啊，你去问清楚，问清楚啊。Mr. Johnson. You're not being honest with us. We're wasting our time here. We're not playing with this garbage. 你趁热色，你赶快过比赛了。Come on, let's go. Mr. Johnson, 你听我说，爸，我知道你很热心，可是你不要这样行不行啊？哎呀，哎，别走啊，哎，有话慢慢说。场面非常的混乱，而巨人队也决定取消对华盛队的锦标赛。记者陆慧琳在现场的报道。我们练了那么辛苦，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哼，不要这样子嘛。算什么啊？Johnson, would you please reconsider if we bet on a closed door competition? No way. But we have the agreement before. You've broken the agreement. I've never seen any of them before. I'll give them $50,000. We bet for $15,000.
No， 室外。豪爵刀尖。二室外。告诉他。秃豪爵刀尖。I appreciate your persistence, but 我另外拿10万块钱送给他。你是不是疯了？你闭嘴。说。说呀，不给他钱，我们就没得比赛了。If you don't accept the offer, let's turn down the whole deal. That's fine by me. I don't care.OK, Henry Soldier, US dollar, your honor. You Chinese are so damn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know you never got a chance. I accept it, but we Americans don't want another desert storm. So we're going to give you a fighting chance. We'll give you 40 points to start with, and we zero, OK? OK. But I want to see the $100,000 you give us by tomorrow.And I want to see the $200,000 sweetener before the game. Okay. You Chinese are really born gamblers. I'll see you guys tomorrow. Bye-bye. Bye-bye. 你为了篮球已经接近害死老妈。你一辈子都是为了篮球。你不但没有钱还到处欠债。老妈跟你这么久有没有开心过？你自己想一想啊，你是不是还想累死小妹子才高兴啊？我自己辛辛苦苦赚钱去日本读书，目的是为什么？这都是为了要向你报复，我要用篮球打垮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爸，就算你赢了，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们不明白，我打这场球不是为了输赢，是为了对我自己的承诺。做人最重要的讲原则，有些东西一定要坚持，体育就是一种坚持。我喜欢篮球，篮球就是我的坚持。是啊，我没有实质的东西给你们，但是我以一辈子对体育精神的那种意念灌输给你们，让你们可以一生无悔。我已经尽了做爸爸的责任，把财富都给了你们，但我没想到你们居然不明白。你们不要以为你老妈跟我在一起挨饿就一定不开心，我相信她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时间就是跟我在一起了，比起跟她那个有钱的老爸在一起更快乐。我答应过你老妈，一定要亲自带领华盛队打赢美国冠军队，我一定要做到让华盛队出人头地。华盛队是我跟你老妈所创，这一次我希望你们尽量帮我，以后你们不认我都没关系，钱不用担心，我会去想办法的。不如用我的球队，大不了把名字改成华盛队。不行，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球队，我一定要我自己所创的球队。我相信这批年轻人。我要顽固。我去叫车。怎么，还生我气啊？车来了。过来啊。对不起啊。我先叫了车。你叫车又不上车，等那么久。我是帮我爸叫车。干什么，吵吵闹闹的。这个女的抢我的车子啊。车这么大怎么抢啊？这是我儿子帮我叫的车子，我是个瘸子。瘸子鬼才相信啊。哎，你守点规矩好不好？两个男人欺负个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啊？
便当便当，我想马上见到你。你快跟巨人队比赛啦，所以多弄些东西给你吃，好补充体力。全部都是针对你的脑力、腰力、眼力、手力，还有心肝脾肺肾呢。你想我浑身都有力啊？啊，你也会开玩笑啊？其实我知道你平常不太爱说话，又不跟他们一起练习，是很想观察对方的实力，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吧？嗯。不过没有用。为什么？他们都不肯跟我们打。怎么会这样呢？你没有看电视吗？没有，我最近工作多，没有时间看。他们说我们是杂牌军，没有资格跟他们打，真气人。你知道电视老是报道一些不真实的消息，所有的事情都不一定是真的。还有啊，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刺激观众，让他们去看现场比赛嘛。就算是，他们也说得对，这些杂牌军输定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你就不会那么加紧逼他们练习了。我逼他们练习是不想他们放弃，因为我喜欢这个球队。我所以你更不该放弃。我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叫你球神高秋，你怕输啊？其实啊，你可以这么想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跟比较强的球队比赛，你就算是人生的一次经验，不要太在意输赢嘛。你看电视台是不是瞎吹？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说呢？快吃东西吧。哎呀，哎呦，刚才爽不爽？爽的话我们再来一个。不要了。哎呀，哎，刚才爽不爽啊？嗯，爽的话我们就再来呀。呀呀呀！你们昨天晚上没有看电视啊？有啊。那你们还练球？我的梦想是做个超级运动员，在田园队长叫我们还没放弃之前，我会继续练习。嗯，那好吧，我们决定过几天跟巨人队比赛，你们要好好练习哦。耶，我们要继续练习。哦，练吧练吧。哎，怎么你叫我来这里就看这些东西啊？帮帮忙嘛。你想要多少钱呢？200万。啊，200万，这么大笔数字。哎呀，我跟你这么久的朋友了，你知道我的为人的，这场比赛我一定要办，因为对我很重要，这是我一生的志愿啊。本来我的房子值300多万的，可惜年代太久了，银行又不肯贷款给我，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后天就要比赛了。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真的会死掉的。你果然进步很多，要不然怎么会赚你的钱？拿回去给伯父。你真的要走啊？我已经是华盛的一份子，我一定会出赛。如果我赢了的话，我再收你的钱。前所以制的都市，每步影响路人，望着热闹霓虹灯，跟这都市相映衬，匆匆的一刹，空虚的感觉，只想找一个去安抚我心。我与你彼此走近，心相印那么相衬，身边许多他无端掀起一串的苦困，在脑内是疑问，但我有你能问，可不可恋一生？没法知道未来是这刻的恋爱，为这一刹热情尽去喝彩，就如初中内有令人意外，谁是最爱才每秒更改。我也说过你就是今生今世唯有故事，但是为何情之不知有故事。收工好了，谢谢。篮球场我已经找人修好了，球拍我也都换新的了，他们要拉拉队加油，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10万块美金我已经送给那个老外教练了，还有这是换好的20万美金。苏叔叔怎么样了？哎，我约他上午来到现在还没见到人，扣他他又不回接，行动也不开，那怎么办？还差10万美金。哎爸。嗯，这位是在日本支持我们集训的老板，也是香港日本百货公司的老板，山叶先生，雅马哈桑，我爸爸田悦。阿里阿斗。哎，阿里阿斗是谢谢。哎，就一句，干嘛那么认真呢？田先生，我很欣赏你的魄力跟信心，你绝对有我们亚洲人的民族精神，我希望能够在金钱上支持你，而且如果这一场你们赢了巨人队，我希望以后能够支持你们华盛队。嗯，爸。爸。华盛顿不可以改名字。没问题没问题。阿里亚多，阿里亚多。老实说，我的球队不是瞎混的，瞎混的是我儿子，不信你问我女儿啊。华盛队跟巨人队经双方同意，各出20万美金作为这次比赛的奖金，奖金战是由公证人看管，胜方将可独得所有的奖金。今天我们打 NBA 规则，一共打4节，每节12分钟，中间可以休息10分钟，每节可以换2个人，球员必须服从裁判的判决。还有冠男、小魔怪、阿基、阿德跟阿勇上场，阿勇跟阿基你们两个打后卫，冠男呢你打前锋。你为什么不派我上场？你们两个打后卫的呢在前面多走位，千万不要用高球，对方身材高大，进来用地板球。爸，你闭嘴，你太火爆了，太早上场，没有到半场你已经5次犯满离场。那高球呢？他跟我一样，先看看别人的球路，大家记住，上场慢慢打，轻轻松松的磨到12分钟，反正我们已经有40分在手了。来，对对对，老板。Yes. Okay, let's get changed. 快！快点快点，来来来。
小心点，小心点，赶紧晕过去。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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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围着他，爸，让我上上吧。你要上，你就上了。啊啊！来来来，快点快点，上膛了，上膛了，用心点打，快快快，哎，快快快，前面不会，前面不会，过去，来来来了，进去进去，笑笑笑笑笑，快进去，快快快，哎，进去啊，小心啊，他醒过来没有？队长，啊，不行啊，你块头最大的那个已经受伤了，老兄半场还没打完，你以为我的球队是纸扎的？不是啊，我怕输了比赛，那笔账可就难算了。快上了，投过去吧。不相信的话，我算给你看看啊。快快快！不要吵！你们知不知道羞耻？这回狗咬狗，你打你的，他打他的，完全没有默契，好像一盘散沙。每个人心浮气躁，技术没人好，身材也没人高，不合作怎么赢呢？记住了，球打不好没关系，要打个队形出来，四十分在手上修一下就没有了，好好打，懂了吗？撑住啊，撑住，怎么办？高秋，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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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秋高秋，快快快快，等一个等一个，输赢不重要，你们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我输钱没有关系，我只要你们好好的打完这场仗，打赢打输外面没有人知道，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我会这么做，我保证这一仗会让你们在脑海中留到一生一世。如果今天你们赢了，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即使超越你们能力，你们都能战胜它。如果尽力而输了也没有关系，你会感到光荣，因为遇到任何压力你们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说你没有尽力去打的话，你们会后悔一辈子的。现在还剩下两分钟，你们应该团结一致，不分你我，这一仗不是为我打，而是为你们自己去打的。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谢谢你了。在每秒更改。